拥有一只有洁癖的猫是什么体验？七七平时特别注重家里的厕所卫生，任何一个不会埋屎的猫咪都要被他拉去重新学习培训。当然，家里的其他动物也没能逃过他的埋屎课程。于是，为了满足七七这一喜好，我给七七开了一个猫咪埋屎教学培训班，顺便还可以赚点外快。没想到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不少学员，甚至还有一些不能来现场的直接线上上起了网课。才一个星期不到，居然就赚了1000块。于是为了犒劳七七辛苦的埋屎，我给他买了台全新的鸟语花香自动猫砂盆。这个猫砂盆喜欢吗？那你这两天再辛苦辛苦，给爸爸赚个 iPhone 14。因为七七平时特别喜欢和小动物交朋友，于是为了哄他开心，我特地给他买了2只小鸭子陪他玩。七七和小鸭子们一见如故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小鸭子似乎也把七七当成了妈妈，不管七七走到哪，他们都紧紧跟在后面。七七对于新来的小伙伴也非常热情，不仅认真地教起了他们如何埋屎，还大方地把自己的猫粮分给他们吃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把你的鸭鸭藏起来。不用找了，你的小鸭子在这呢。七七以为他的新朋友去世了，一晚上都郁郁寡欢，直到我把鸭子又放了出来。